你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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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其实今天我是跟几个好朋友啊 Jenna 啊 Yunus 啊一起来支持一下露露，就是来帮她打打气，然后跟她剪个彩，所以很开心。刚刚看到她那个一个小型的时装表演，其实有很多件衣服我自己都还蛮喜欢的。那我今天身上穿的这件皮衣也是露露的，然后这件衬衫也是露露的，因为我觉得这个颜色还蛮好看，蛮特别的。当然，因为我们是香港人，一定要支持本地的创作。对，讲得很好。因为露露，我都是我们认识很久的好朋友，好朋友，而且她的衣服是很 classic 的，可以穿很久，而现在我身上穿的衣服都是他设计的，好像讲的都是一样，颈套都是。